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先来一个石榴。再来一个芒果，这么大的芒果。再来一个葡萄。再来一个石榴。来一个柿子。哦，绝了，这个颜色。柚子。抱歉了家人们，忘带麦了，还好炸吐司吃完发现了，不然就白录了。它这个吐司炸的一点都不脆，还是软的。此刻才发现没有带麦，哈哈，让我们从这儿重新开始。它这个炸的就是那种牙签肉，然后很嫩那种。
个骨肉相连，带脆骨好好吃。